景物让你留下？因为第一个就是它是全中国第三高海拔的高山林间谷，然后它是在高山多米山，要说它是它的这个景点。那它整个山真的是很山的灵气，然后山的那种自然环境非常好，它没有，因为它变化很多，啊，也没有水。当你把所有的一些东西都陷到最原始的状态的时候，你真的只能是最低级。我可以在那边住好几天，我会觉得说我什么事都不用做好，我会觉得说那种感觉就是让人很舒服。其实你说像我们说该去吃的好饭店，然后该吃的游轮，该吃的旅行，其实我都已经经历过这么多之后，其实我发现就是回归到自然是目前我最想的。OK， 现在就回到我这边来。我知道，所以他也是跟很坑爹。继续，继续在说话。他刚刚讲那个地方真的非常漂亮。那个地方其实讲云峰很多人不知道，但是我讲四个字大家都知道，那叫香格里拉。哦。对，它真的存在的。OK， 那我这条路其实里面有个行